主料：红豆、奶油200克、鸡蛋4只、绿茶本10克。辅料：白砂糖40克。用餐人数：一到两人。红豆泡一夜，煮熟，蛋清和40克白砂糖打发，奶油打到七分发，所有原料轻轻拌匀，冷冻。中途不必搅拌，口感就很松软。烹饪技巧：绿茶和红豆的味道搭配得很和谐的。冰淇淋拿出来在室温下放一小会儿更好吃。还记得我以前提醒大家的吗？冰淇淋一次不要吃太多，不妨配着水果一起吃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订阅本频道。